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陶姨，咬一口干米。今天陶姨给你们带来了我亲测有效的瘦大腿内侧的运动。我已经坚持14天了，确实有很明显的效果。我两条大腿终于可以在距离之中产生美了。如果你是新来的桃子，记得订阅关注我的频道，我会带大家一起快乐燃脂，塑造完美曲线。为了防止大家在运动过程中出现膝盖痛的情况，我们前两个动作是用来放松我们的大腿和膝盖的，全程5跳跃，强度也是慢慢递增的。在家在宿舍都可以做，完全没有理由让他在收藏夹里吃灰了。赶快和我一起练起来吧！首先，我们将双手放在膝盖上，转动放松，环绕一圈，将膝盖完全活动打开。起身，左手抓住左脚的脚踝，向臀部靠近。你也可以扶墙来保持平衡。感受大腿前侧和膝盖的拉伸感。好，放松。好，准备反方向转动膝盖。起身，右手抓住右脚踝，慢慢贴紧臀部。下一个动作，我们来放松臀腿，一条腿屈膝放在身体前侧，另一条腿伸直坐在地面上，慢慢下压身体。你会感觉臀部有明显的拉伸感。起身，用左手拉住左脚的脚踝，靠近臀部，慢慢移动，充分感受我们大腿前侧的拉伸感。慢慢放下，准备另一条腿。同样的动作，身体慢慢下移。起身，右手拉住右脚的脚踝，慢慢移向臀部，可能你会感觉有点痛，调整呼吸，坚持住。好，慢慢放下。第一个动作我们做的是弓箭步，脚尖朝向正前方，双脚之间两个半肩膀的宽度，上半身挺直，直上直下，想象后脚的膝盖慢慢轻碰地板，起身时臀部发力，坚持住哦。好，放松，换另一条腿。保持身体直上直下，不要弓背哦，核心收紧，感受大腿前侧和臀部的发力感。下一个动作我们做宽式深蹲，双脚打开一个半肩膀的宽度，脚尖打开45度，膝盖朝向脚尖的方向，慢慢下蹲，核心收紧，屁股向后坐，身体不要前倾。起身时感受臀部和大腿内侧的发力。
好，放松调整，我们再来一次。坚持住哦，最后十秒钟。下一个动作我们做的是侧向碰脚尖，双脚打开两个肩膀的宽度，脚尖打开45度，用左手去触碰右脚的脚尖两次，慢慢起身。起身时感受右腿内侧的发力感，交换另一边。好，休息调整，准备我们再来一次。还有15秒，坚持住哦。好，休息。下一个动作我们做的是仙女蹲，右脚向斜后方交叉侧移，同时身体下蹲。起身时用右腿驱动身体起身，此时你会感觉到左腿的臀部和大腿内侧明显的发力。交换另一条腿。休息，我们准备下一个动作。双手扶地坐在地面上，核心收紧，将双脚慢慢打开两个肩宽，再慢慢收回，做一个剪刀腿的动作，继续打开，重复动作。此时不仅大腿内侧有明显的发力感，我们的腹部也会感觉到非常的酸爽。好，休息，最后再来一次。核心收紧，双脚打开，调整呼吸，最后一个动作了，坚持住哦。最后10秒，完成，耶！怎么样？有没有全程坚持下来？这组运动可以非常有效地刺激到我们的大腿内侧，可能明天你的大腿会有一些酸痛。酸就对了。这组运动我们可以一周做3次，高效消除我们大腿内侧的脂肪。关于夏季减脂，陶姨还有两个好物和大家分享。如果你想要训练状态更好的话，我们可以在练前的半个小时喝一些美式咖啡，它可以让我们的身体状态更好，从而提高训练效率，同时还有提升代谢的功效。我平时在家里就会备很多咖啡。我今天早上喝的就是永璞的这个黑咖啡，它是零糖零脂肪的，是我减脂期的最爱，它的口味是非常纯正浓郁的，加水啊，加牛奶啊，直接常温冲泡就可以。
可以随身带着，小小一包非常方便。还有一点的话，就是我们夏天做有氧，出汗量会大大增加，就很容易有汗味。我会随身携带走汗珠来维护我小仙女的身份，防止在健身房很尴尬。我现在在用的是 BeSlim 家的，我喜欢它的原因不仅仅是它可以止汗和去异味，关键是它可以抑制腋毛的生长，还可以淡化肤色暗沉。这两点对于我这种毛多多女孩真的是太重要了。并且我们在夏天刮腋毛之后，经常会出现一些红肿不适感嘛，也可以用它来缓解。它的成分是纯天然的，像敏感肌啊、宝妈都可以放心用，夏季必备。好啦，这一期运动和好物分享就到这里啦。如果你喜欢这期内容，记得订阅关注我的频道，和我一起做一个既可以享受美食又可以保持性感的辣妹吧。期待桃子们快快长大，爱你们。